败作战，最主要的就是如何隐藏自己，不被敌人发现。无论外界因素如何打扰，我都要保持纹丝不动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哪儿去了？队长，队长哪儿去了？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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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哪儿去了？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了吗？队长是不是牺牲了？队长啊，是啊，日日日。活掉总部，活掉总部，我们队长好牺牲了，好像牺牲了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谁？我是队长。谁？啊？谁呀？队长啊！队长！哎呦我的天哪，队长！哎呀，你隐藏的也太深了，队长。是啊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想当年我在垃圾堆里隐藏了七天七夜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愣是没发现我是个垃圾。垃圾呀！别夸我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报告队长，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，被困第三天了，弟兄们都打光了。不可能啊，怎么都打光了呢？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打的呀。都看明白了，我们被打得像孙子似的。总部给我派的千军万马呢？在。在哪儿？我叫千军、啊、我叫万马。人名啊、嗯、你俩咋不叫出入平安呢？出入和平安他俩没保住，牺牲了。这场战斗打得太惨烈了，呈会议队形散开。请指示。现在制定突围计划，谁有好的办法说。报告队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说。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，嗯，我们听队长的。那个，好主意。我手盖好像劈了。那个开了，鞋带开了。那个，哎，别摆造型了，你说。队长说的对啊。我说啥了？队长说啥都对呀、啊。来，去放哨去。啊，还有你一个去放哨去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。现在这两个没用的我已经打发走了啊。嗯。就剩下这些精英了。是。赶紧说，谁有办法？队长。嗯。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嗯，我捡了件女人的衣服。如果我要把这衣服穿上，嗯，咱使个美人计吧。你能塞进去吗？我怎么就塞不进去？你就安排安排他，安排安排他。一会儿给你做红烧肉。那个队长，嗯，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跪地求饶吧。不行，我们队长是什么性格你知道吗？可是刚烈的。对呀、啊。可是一几百的。对。经过我的深思熟虑，嗯、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咱们还是扒地求饶吧。咱俩说的不一个意思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多没诚意啊！你那是跪，我那是趴。队长，既然他这么说了，那你就听他的吧，因为他比我脸大呀。谁脸大？谁脸大？我再大有他大呀！你说那玩意儿，他脸要不大的话，衣服就塞进去了吗？我没塞进，塞进你个行了，能不能说点正事儿？我现在就纳了闷了，你说敌人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啊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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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谁开枪的？我没，我没开枪，我没有枪。啊！我中弹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！刚才我们队长被人一枪啪下给定那儿了，好像死了。那个，你问问总部，晚上饭还做不做？做几个人的、啊？得做呀！队长那份我吃了不就完事了吗？那么能塞呢？啊，都啥体型了，衣服都塞不进去还吃呢。哎哎呀，队长复活了。哎呀哎呀，队长，哎呀，队长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打哪儿了？打哪儿了？打哪儿？腿。你打腿上了，你捂什么心脏啊？
新发的哭着干个哭了，心疼啊！长心没？还寻思哭这事儿呢？你说你，快点救我呀！队长，你忍一忍，我把子弹给挤出来。挤馒头呢？队长，我拿勺给你㧟出来吧。㧟西瓜呢？啊，这别着急，咱按步来行不行？行。这是不是现在打点麻药啊？疼啊！这荒山野岭，我上哪给你找麻药去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夸张给队长干？哎，这麻药多好啊！你懂我？你别恶心我了，快点的吧。那个，你看啊，现在咱们条件这么艰苦，如果伤口感染的话，会危及生命。对呀。下面怎么办？我建议，果断点，截肢。这个主意好啊！这主意好，对不？这主意好。怎么截？从这开始，截到这儿，中弹的办事儿。就不要了。你是不是疯了啊？那创伤面多大呀？依我看，从这开始截，截到这儿，知道吧？下半身扔了，不要了。有道理。你俩的智商得前置了。从这儿截到这儿，下半身不要了。对呀。队长新发的鞋搁哪穿？是不是可惜了了？有点浪费。有点浪费。我告诉你啊。要想创伤面小，而且病人还不痛苦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说，把中弹这轱辘撅折扔了就不要了。同意？反对？你那意思是中弹这轱辘咔吧撅折不要了？对。我这小腿往哪练？那我都没想那么多，最起码你鞋保住了。那我也不能揣着袖手拎着鞋呀。那个老郭被你踢了吧，你找个刀把子弹取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刀呢？我哪有刀？就勺啊。队长，队长，你有刀吗？有刀。队长有刀。刀搁哪呢？拿着呢。啊，好。队长，队长，好，刀搁哪呢？哎呀，在石头后边呢。石头后边。那个下手啊！不是那个，你看我那个你胆大，你来。谁告诉你我胆大呀？你来，你来。你来。你来，你来。我来。你来。你来。哎，这还没有子弹呢。队长要是醒了，一大嘴巴能踢死你。踢我干啥呀？子弹搁这堆呢。哦。整出来了，取出来了，完事儿完事儿，快去你那边试衣服，快去，快走，完事儿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出来，子弹出来了，出来，出来了，好。队长，不用死乞白赖夸我俩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疼啊！为什么这条腿比这条腿还疼？那个，你问他，那个转移了。这玩意儿能转移吗？就唬谁呢？那个队长啊，别激动啊，要是按刚才他俩的计划，就是你后半生就坐轮椅了。你可拉倒吧，要是按我刚才那计划的话，从这往下都不要了，那哪还能坐轮椅了？那我得给他搬上去。队长，谢谢，谢谢你们保着我的双腿。队长不啊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你腿还受伤了，要不然咱们撤吧。对呀。不对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我一定带着你们冲出去。还能有希望吗？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我说你们这些军事发烧友可真逗啊！闭馆了，下班了，赶紧快快脱衣服，赶紧快快！来，那摇半个点呗。饶什么半个点？脱衣服，赶紧的，抓紧时间啊！来，这人，快快抓紧时间！心就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这张配上音乐，是不是特别悲壮啊？别扯那没用了，我回家该做饭了。你们家孩子饿狼哇的。没人跟你俩玩了，还得装山炮配合你呢，这个。
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再配上音乐肯定好卖。